主料，面条5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沙茶酱2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一袋面，把面腾入锅里煮一下，加点盐，煮好以后装在碗里。准备沙茶酱，加点沙茶酱，搅拌好以后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喜欢酸的可以放点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